瞧瞧是谁来，原来是大名鼎鼎二人谷州第一号管闲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沾，稀里啰嗦找茬的小鱼儿是吧？我路过没多久，就听见大家对你的恶评如潮，私下都称你为小魔星。二人谷有云：“入谷入谷，永不为奴。”就是希望避开江湖恩怨以及仇杀，觅个清静休息的居处。要不是有杜莎、哈哈儿、涂娇娇的纵容你，怎会让你如此嚣张？今天就让我来替天行道，铲除你这祸根。哥，别这样，人家只说小玉儿喜欢捣蛋，说话占便宜骗人，吃饭不给钱，下迷药偷窃，欺负猫狗，不认真练功夫，赌博耍老千，不好好读书，欺上怕恶，在人家屋墙上涂鸦，在门口设下陷阱。除此之外，即使别人有难，他也像是急功好义的好榜样。他和我同样是孤儿，也有说不出的痛苦，耍耍老油条，爱惹麻烦，只是为了凸显自己罢了。你又不是我娘，调查挺清楚的嘛，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不过我缺点有这么多吗？你也多美言几句才是。那些小时候没品味的坏事，我很多都已经不屑做了。现在我们同是孤儿的份上，我正是向你挑战。哼，你说挑战都挑战，我随便答应，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？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天下讨打场，莫此为甚。小玉儿，你要欠我一件事呢，现在就请接受我哥哥的挑战，就像玩了这个约定。天谢你没叫我自断手臂再和你哥比试。成交，看在你妹子泪眼汪汪的份上，我就和你比试比试。我哪有泪眼汪汪，我又不是在求你，是要你遵守约定。这女孩又单纯又可爱，实在忍不住要欺负一下。这华眼银两打从同一娘胎所生，差真多。伟雄，手下留情啊。怪我没有名师指点，功夫练不到家，金额的梁子接上了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他日定当再次讨教。搞错没有，只是一场暖身运动，有必要结怨吗？会不会就让我打输好不好？这也没有别人在，不说出去没人会知道的。我哥自小没人敢和他打架，并不是因为他功夫特别高的缘故，他是有个魂名叫做魏蛇鳖，是同乡小孩取的，一直是打架输了会去练好武功再挑战，一次不行再一次，直到打赢为止。若是一直打不赢，就会偷袭、挖陷阱、下毒，做一些令人不齿的卑劣举动，就像蛇死缠烂打，向鳖咬住不放，直到对方跪地求饶为止。那东东的怪脸龙，为了老兄好好身心，简直可以媲美我的厚脸皮。这下可好，为了眼前一句戏言，闹了我后半辈子的倾覆。所以我讨厌女孩子，可恶，你又不打算嫁给我，我干嘛为你牺牲这么多？你看你那水汪汪的眼神。他以前对我很好，自从爹走了后，哥更是拼命练功，四处求教。他这么好强，劝也劝不听，一定会想办法挣回颜面的。我知道于哥哥你最好了，到时候希望你手下留情，保他一命。你我才认识多久，怎么会知道我最好？我上辈子一念造好孽，遇到这变态兄妹，一个猛内猛用内丹，见惯名汤，就连于哥哥都出来了。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干哥啊？而另一个又狡猾奸诈，至死方休。现在这好妹妹替哥哥请人到免死金牌，那不是摆明要我去死？你又不是我家寡妇，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们了？你为什么都不说话？你不肯答应吗？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劝他的。人家把刀架在你的颈子上，难道你不先砍他两下再进棺材？这样才够本领。傻丫头，要命的是七个儿戏。不过我现在还没玩够，倒是可以答应你暂时留他狗命。
谢谢你。五行兄，见你妹子可爱，家乡一下子是一席，就多拿你一次命好了，哈哈。这边可以开吗？欸，可以耶，可以开耶。谢谢万伯伯。小玉儿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帮我疗伤，谢谢。不是啊，他们不想加，或没有考虑加的话，也不能说什么啊。有想加的人就加入没关系，不想加也没关系。小鱼儿哥哥好，找屠姑姑吗？你妹子好聪明啊，不找屠姑姑，难道找你？人家好高兴，你这才来找我。这花难道是花痴还是自恋狂？根本会错意的吗？屠姑不在，那我走了。别走，屠姑姑不在，这灯光好，气氛佳，也有张床铺好在那里，我们正好。喂，这快超过尺度了，快休养累嘛。对，正好喝杯茶，聊聊古中的是非。你也告诉我最近古外发生了什么事？哼。不解风情，你先说说屠姑姑的事好了。屠姑这人啊，年纪都已经还装可爱，一下子扮男的，一下子扮女的。古中人给他个别称叫做……啊，糟了！长大了，胆子就壮了哦，敢在别人面前说我是非，皮在痒。念在你还关照未经你的清白，给你一次机会。年纪、装可爱，还有别称什么的，你不说清楚，应该知道我的手段。我忘记这婆子精于易容，连神态都模仿的惟妙惟肖。要不是我一时被魏经理的态度迷惑，也不会找了屠屠姑道。难怪人家说女人是祸。哎呦，轻点，屠姑姑，你念过武的手劲大，扯一下我耳朵都取不到媳妇。容我解释嘛，年纪二好几正是一朵花。第二，您听错了，我明明说的是真可爱，一定是吃了哈伯伯刻在你的真超麻辣小红花椒，舌头嫩了，说话不清楚。第三，大家都称你老李金世鬼，苦姑西钱贵。就算你说谎，听在耳上也甜在心里。以后不知道你要残害多少无知少女，还不如让你姑姑现在割了你的舌头，以免贻害江湖。疯婆子平时只捉弄人为乐，不过真的恼了，心狠手辣，说到做到。老天哪，我以后一定不在人家背后说闲话。赶紧转移话题，他最喜欢我去害人，害越多人他越高兴。啊，别啦，全恶人谷就姑姑你最疼我了，一只哑鱼儿是不能便宜说笑的。我是来请教你开锁的方法，我想去捉弄司马燕他们。没大没小，要称司马燕叔叔，他可是当年人称穿肠毒药剑，杀人如捣蒜的狠角色。你以后出江湖，口头有个差事，以你现在这点屁功夫是要倒大霉的。要学开锁，要先有万能钥匙金钥匙。我藏在二人谷路口大石下，本来是有什么万一使用，不过就送给你好了。你去拿来，我就教你开锁。不要因击败魏无心就疏于练习邪杀刀。就这样。哎，弄混我的生意，你还有眼来到我店里来？
小伯伯老是皮笑肉不笑，搞不清楚他要来帮我还是害我，笑嘻嘻的光着给我吃，怎么还要走？不过他能骂出来，多半气已经消了。哈哈，区区五味混料，岂能难倒咱们恶人谷最大客栈？哈哈，听说你这混蛋从杜老大那拐了一套血杀刀是吧？这可是他压箱底的绝活，怎么肯轻传给你？老杜除了刺血之外，一向为人正直，应该没有把柄落在你手里。哈哈，小伯伯果然会说笑，那是我杜伯伯的把柄，还会有命活到今天？小鱼儿一向谨记各位长辈的教诲。不探听秘密，不私藏秘密，不散播秘密。杜伯伯有东西传我，你不公平的话，我就到处散播你很小气的流言哦。哈，别的东西你学不会，教你装笑骗人恐吓造假你学最快，真是深得我心，算我怕了你了。这个本笑佛经你拿去给我好好参详，要是我听到什么客栈酒中残水的谣言，哈哈哈。你那哈哈怎么听起来毛毛的？谢谢小伯伯，小鱼儿拜读。哼，要知道笑可以让人失去戒心，功夫高的时候一刀捅死你的仇敌，害到你这恩人呢。你上一句笑得不够认真，是记不起我教你的道理，还是看不起我传你的小福经？跟你讲三句都害死我一堆神经，哈哈，哪敢呢？伯伯没听说过受宠若惊四个字吗？哈，转得倒挺顺的，我就是喜欢你这孺子可教的调调。哎，对了，一年一度在聚恶台举办的天下第一恶人大会又要开始了，你可以好好准备准备，才不会辜负我们几个老头子对你的教诲。不过今年多了一匹黑马魏无心，可能会打破你多年蝉联冠军的僵局，所以大幅提升赌金门槛。哈啊，说溜嘴啊！妈的嘞，天下第一恶人大会本是要推举出年度最具代表性的恶人，比的是恶劣的品性，到后来这小弥陀自己坐庄，根本变质为恶人谷武斗会，把我们当作是斗鸡斗蟋蟀，自己赚赌金。我又不是今天才知道，何必瞒我？我也没向你要过彩金的说。啊哈哈，极恶之人的名头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拱手让人呢？小伯伯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你们丢脸的。哈，我听说万成牛正要找你，他肯定是有什么新玩意要教你，大概要考我试的吧。话虽如此，还是可以赶快过去一趟。好，哎，他不理我，好吧。这是 DVD 版的，这是 DVD 版的。好，这边可以开兽医。停步！万神医是算是古圣的活神仙，以往要人三根齿，万神医可以留人至五根。听说当年开封城因他而暴死97人，万老头心灰意冷，于是说到这挖掘金岩针砭之血以忏悔过失，算是本谷最正常的人，我一向最尊敬他。不过他有个缺点。万叔叔，小玉儿给你请安了。上次交代你的歌诀背来听听。是饮食气血助于肺，卯时大肠成食胃，四脾五心胃小肠，膀胱深助肾有助，续食包络亥三焦，子胆稠肝各定位，是气血流入与时辰的关系。就是这个缺点，每次都要强迫我学东西。我小时候不甩他，他竟然给我下毒，逼我在毒发前收集一些老舍子的东东，不然就给我痛给我死，真是王八蛋死无人，毫无人性。后来习惯成自然，每隔一段时间不学新的东西，我就全身浑身不自在。重考，掌后许腕五寸合穴，36穴眼睛重和解。一门穴，属手却因心包络经；而36穴眼，即是108要穴的死穴，轻者淤麻，重者伤齿。复习，血骨有何手法？打、转、捏、
卸、楼、弹、琴、推等法，门派不同手法有异。哇，老头在混时间吗？到底要不要让我进门？小事，伤者眼香特征及病症。肝气损伤，眼白现焦黄之色；淤血，眼白现红筋；眼珠灵活者，心智未上意志；眼神呆滞，瞳孔上大或瞳孔上差者难治。哦，我这痛恨考试，我的耐心已经接近崩溃了。隋唐测验，八脉六脉者何？浮沉尺素滑色六种脉象，又可细分为虚实如诺膈劳紧环等二十一种。我的愤怒指数已经到达120%了。课前预习，人脑废话越多的话，五六十岁就是智障，还等你课后复习、期中考、期末考，人也这么多年，好家伙，给你死！搞啥子？我课前预习还没回答，就敢踏进来？你想横着出去？哈哈，小月儿、小林叔叔，一不小心脚都跨进来了。果然见到尊严后，如沐春风，甘霖普降。哈哈，见到你身子一朗一朗，弟子不胜欣喜。老实说，万老还是挺疼我的。考试是为让我更记熟、更熟，所有江湖不吃亏，口罗上七归气，还是下不了手。而且他能救人，下毒害人本事岂会不高？我被整过了很多次。那你猛捶自己做和解。老从小时候起，你就叫我泡药缸，说可以锻炼铜筋铁骨，不试一试，怎么会知道有没有效？呸，当然有效。我说能活就活，说死就死。功夫我比不上老杜小和尚屠人妖，但大江南北医术比我好的没两个。是是，那壁角的药罐子叔叔，现在别谈此事。对了，你应该再泡泡药澡，从小泡到大，剩最后三道程序才算大功告成。哦，老头上次、上上次、上上上次也是这种骗我。那药难我的紧，好处这么多的话，那给你好了。哎，这些药要在筋骨掌权之前泡才有效。我已经油灯枯竭，入风中蟾蜍，没有福气了。你去找一些药引子。风中蟾蜍，苦死人不偿命啊！你不是烟酒不近女色，天天咽气压吃补药，不活的百余岁才有鬼嘞。万叔叔，你说慢一点，小月好记下药名。后山有花名满堂春，果名多情果，草名新香草。找来上述三味药引，丢入药缸里泡把个时辰，而后你对药毒物的抵抗力就会大增，而且不同药引会有不同的效果。但是切记，这三种药引一次只能使用一种，否则便无效了。谨遵吩咐。瞧你刚才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是故意试你的耐性的。该教该背的你也差不多记熟了。这样吧，我就传你点血结脉的功夫，你应该可以消消气了。以后我也不会再刁难你了。下去吧。好险，刚刚忍住了。万神鹰还拿绝技给我消火，这些大人都一样，先找小孩打一打，等会再摸摸头，问你疼不疼。好。然后说里面最疼的小玉儿的应该就是万神医啦。万神医其实是里面最好的好人。有啦，有人问过啦，我记得有人问过。这个石头肯定有异样，待会我来检查看看。有了，这里藏了一把金钥匙。好，成功。哎，这边不是看过了吗？
哎、欸，这边有，这边写，好，这边要重配一下。屠户不在，那我走了、哦。哎，我刚没，哎，哦，重新再一次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我再配，我再配，再次挑战尺度吗？哎，这个，你看我打理这屋子如何？好，很好，小小年纪就如此娴熟。正跟笑伯伯他们学些放桌上的伎俩，等你再大了几岁，有个女人味，想不嫁都很难。啊，原来是我会出，对哦。屠姑以往是没那么爱干净的，她多半是魏金玲本人，不过倒是给了老妖婆几个现成廉价劳工。谢谢你的称赞，其实我哥哥也参加恶人大会了。葛老子都不学好，不过在谷中越画越吃香。你哥哥想学好功夫，我替你爹报仇，得到第一恶人头衔后再去拜师求艺是很有帮助的。我怕他上次你和他比试后你有多少实力他是晓得的，我怕他为了求胜又在计划什么毒计，你要小心啊。豆豆这牛耳，哎，鱼哥哥你别叹气啊，人家都说你是谷中最聪明的人，你一叹气我哥哥就要遭殃了。魏无心为了求胜愿意坏到骨子里，这种决心真令我敬佩，我都不禁想要把这恶人宝珠让给他。但是我先前才答应哈伯伯要获胜，不管啦、啊、你要饶他一命啊，不然我就剩下这个亲哥哥，我就哭给你死。哇，女人三绝招，一哭二闹三上优雅，不是三上吊。别哭别哭，我在恶人谷长大，小时候挨的鞭子挨得多，哭光不比你差，你再哭我心也不会软的。好了好了，我承认我心有点软，我强调只有软一点点哦。天杀的，这种哥哥竟然这种心肠的妹妹。魏金玲，你根本不是住在恶人谷的料，迟早被坏人圈圈叉叉，与其让人欺负不如有我、卖个人情给你。哎，别哭别哭，再哭我就宰你哥。为什么？你一哭我就心烦，人一烦脾气就暴躁，就想找人修理修理。乖哦，你上次相我一个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啊，别担心，其实你哥为了报仇是心急了些。谢谢小鱼哥哥。小两口在打情骂俏，那我就回避了。哪有？说要回避，却直视视走进来。我哥是你们长大，难怪脸皮这么厚。哎，屠姑姑，小玉有拿金钥匙来跟你学开锁的。魏金玲整天言交友嘞，你知道我和他娘交好，还敢弄哭这娃儿？哎，冤枉啊！人家为小妹眼睛进了煞，我正帮他捶捶。你们见到他是笑着出去的？要不是从小拉把你长大，晓得你性格为祸百端，却不敢真的欺负女孩子。不然现下就阉了你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们教你还真失败，这鱼儿坏得不够彻底。就是这样，你们才不用担心。小鱼儿尊敬诸位长辈，不会做出违背伦理的事。难道我要像哈哈尔一样，只因为他当年他小声骂他胖猪，就将恩师满门杀死，江湖人人愤慨，难怪要逃到恶人谷？是不会，还是不敢？你现在年纪小，过两年翅膀硬，害人功夫也不是同日可语的事吧？所以你当年应该少做些坏事，天天疑神疑鬼的日子会好过吗？伯伯、叔叔、姑姑对我养育之恩如高山深海，小玉儿岂敢造次？你记得今天说的，我想你不会过了几年都突然痴呆忘了这些话吧？好了，金钥匙拿来。仔细瞧着我的手法，方法是教你的。木锁、铜锁、铁锁构造多半大小异大同，简单的用小刀弄弄就可以开，中级的可用法簪敲开，顶级的才需要用金钥匙。不过别对我无理的玩意动手，我可是都有做记号，自己下去练练吧。不够不够，原来这么简单，屠姑姑你是不是留一手？哎呀，人小鬼大，
开锁的道理是简单，但你没练几百个月，遇到慌张要命的时节，看看有几张嘴喊救命，嫌不够是吧？销魂美人功你是学不得的，我只能传给魏经理。算了，我看像本领就是易容术了，你去取些材料来，我才能传授。小鱼洗耳恭听，终于肯传我真本领了。你到后山可以找到向书枝，到聚鹤台附近可以找到庆心兰，麻烦往谷口的赛马老头替你雕一幅脸模子，再跟万神医要一些化盐粉，包学会了包准你神鬼难辨，连地府阴差都认不出来。我画一次做这么多，这可是我在二人谷这么多年来最有用的学问了。别贫嘴，还不快去，等我回心转意你可就要后悔了。找到了，就是这棵大橡树。对，在这里。好，拿到新音香草。OK， 怎么？应该这个吧。满堂村，对，是这个。好，这个。这音乐很熟悉啊。有点像布莱西的。好，泡药酒，一次只能放一个哈。抗毒永久加30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欸，他不是说给我吗？好吧，他没有给我。我自立40啦。老爷爷安好否？多日不见，你精神是一发健忘啊。是年纪大了耳背吗？不理我，已经还在记上次的仇。欸，上次的事是小鱼儿错了，你都快到不惑之年了，就饶我一次好吗？老石头，先动之以情。我知道你在国外养了批牛羊，你年纪大了，总要人帮忙照顾是吧？我就替你出出力，怎么样？这个死樊登，必杀引诱注意力，哼哼，哼哼，你这那样哼哼也没用。你虽然为真正害过谷里的人，不过这人太多次，老心眼都知道，要不上你的当，只有保持不看。不听不说，你敢整治我牛羊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屋子越来越热了，有屁快放！是闲人的话，就快快滚开！三步政策谈何容易？大部分的人不是贪财好色，就是执着名声、畏惧死亡。待我试你一试，我想请你替我做张脸模子。没得商量。屠姑姑好不容易有传人的说，这下子他可要伤心了。你胆子大，敢抬出屠蛙耳来压我，我就不信冻死你的鱼饵，小厨会给我掉眼泪。这家伙倚老卖老，连屠姑姑的名号都压不住。是啊，诱之以利。关于司马燕的破侠刃怎么样？落到你这小鬼头手里吗？那好谈。我不量帮你做你的模子，以后你也可以在我这买卖物品。人真是越老越活回去，耳朵还没有抛出去，鱼都自己跳出水。那个破甲了，对，破甲了怎么样了？嘿，还在司马燕家里。王八羔子，讨打是吧？每次寻我穷开心。去去去，我可没这福气再见到尊龙。老爷子。你反而是赫赫有名的妙手，举凡囊中乾坤乃至机关壁柜暗门一类，无一不通晓，随便一把都是手到擒来。但那你现下碍于身份，自是不屑去动司马先生的家伙。不过要是有你传授我诀窍的话，
说来说去也是司马彦是老狐狸，眼睛尖的要死，老头子出手万一失败的话会被其他恶人当作笑柄。别说你老没钱买，只怕是吝啬的紧。你想当我光门弟子，别骗我了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以前说好几次要教你，你从不学，说什么恶人又恶格，不事生产，偷盗劫杀是下格，怎地不坚持上格，想跟我走回头路？嘿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最近不知怎地，总觉得学起来备而不用，就算不是偷人的，也不能被人偷吧？没错，我入棺材以前，也总要有人能接受衣钵。可是你学手的偷术，又要我雕眼磨子，我只换你一把破侠刃，会不会太便宜你了？明明自己想要破侠刃，还要卖关子，那把烂刀到底哪里好？那个破侠刃是无价之宝，一只刀没换你一百匹牛羊，我已经亏到了。老爷子还敢说小的占你便宜？现下告辞。慢着，算你失望。妙手索性要察言观色做起，等我仔细道来。学校都教你了，你要怎么向司马彦下手？难不成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去烦死司马彦？那是女孩家的本事，我可没那么多口水。您老放心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。好一批黄鼠狼给鸡半年。司马大叔进来，生意一定兴隆喽。托你的福，你少来逛两天，我生意就好得了。别这么说的，我好像瘟神似的。开门见山，我想跟你借破甲刃。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干脆？不对不对，以你的个性，应该是想办法胁迫地震的偷来进贡给你，不然就串谋找了延产系来骗我。要么偷是下下策，所谓换不得已，还是你摆明要和我交换条件？一物一物，我得想一想你们弄鬼。其实我想了很久，本来是想你弄点诡计，不过你是堂堂穿毒药剑，杀人如捣蒜，单挑四川唐门的司马彦呢？哼，早年不才的称号，关键破甲刃啥事？谁能不知，谁能不晓？那四川唐门攻于毒针飞黄石、铁蒺藜、锈剑等诸般暗器，司马大叔目光如鹰，只见当时细雨般扑来的未卜的家伙，都被你当当当用剑拨开。唐门众人见着你有如天神降临，惊得连下巴都掉下来。哈哈哈。那是谣传，大家躲得太暗，我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全躲过。唐门门主连你真的阴毒手法，那不是两句话就能交代的，也是江湖中真有本领的，说这么多好话是要来讨糖吃，我会考虑给你两颗。但这干戒破甲刃啥事？当然有关系，你眼光这么锐利，从小到大我哪一次阴谋被你揭穿？与其费心蒙骗，不如光明正大以来和你谈条件。这么说也有道理，不过你对财宝是没大兴趣，是少爷老托指使你的吧？这是太精明，知道的太多事，迟早被你暗中做掉。英明神武，知我者莫若司马大叔啊！老托子不敢动我红货，这滴眼皮薄的，竟然怕你这混小子下手。慢着，你是不是和老头串好要诓我？你有什么把柄落他手上？还是你对老头子也有所求？也没关系，一个字句压手印，再找杜莎来公证，一样耐不掉。别把事情闹大了，找杜莎来公证就不好玩了。老头子没几年好活，每次都垫着这把刀，小辈自作主张，想尽点孝心，想让他抱抱这宝贝，舒坦些再进棺材，也算东阁一件。到时候再拿回来，至于利息损失嘛，我就帮你跑腿固定，慢慢还就是了。说的真顺，你怎么不对我孝敬孝敬啊？所以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嘛，看看你老想要什么。这样好了，老头子灶中藏一颗夜明珠，你们去给我弄来，我破甲刃就算送你，我以后还和你买卖武器，怎样？夜明珠啊，就是上次老头子杀进汉山寺死于口抢的宝贝，
你们几个老王八死硬就爱收藏这些不吉祥的东西，在互相明偷暗抢，天天担心害怕，哪天我不高兴全部偷了捐给穷苦人家，断除大家的烦恼。大叔，你这么机敏，怎么会不知道老头子难缠？这就是你江湖历练不足了，你忘记驼子贪财兼好酒，以你笑弥陀客栈练出来的酒量，难道灌不醉这老家伙？去客栈拿一瓶好酒，再去你驼姑姑梳妆台里拿些迷药，免得他内力深厚千杯不倒，最好是拿破酒当做幌子，他一高兴一定不疑有他。我真想看他夜明珠不见时那一副捶胸顿足的求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应也为定。对你们这些学这些江湖心计到底是好还是坏？啊，先涂涂娇娇化妆间好了。涂娇娇会把迷药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司马懿不是说可能在梳妆台吗？右上方有个梳妆台，应该放在上面吧？我还是过去仔细找找看好了。为什么司马懿会知道放哪里？这要小心，屠姑会在门抽屉、壁柜上夹头发或者做暗器，拿的东西要小心你归位，不然就倒大霉了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难道拿瓶好酒是吧？一年一度，不是，不然跟谁拿？跟小这里吗？真的，真的好了吗？拿那个就可以了。现在好，这么简单。好，走吧。哟，果然是超难得手的。你没被司马懿刁难吧？当然没有，不过费了挺大的功夫才到手，所以带着酒来和你庆祝庆祝。快拿来给我。先说说你答应面膜的事。我拿走夜美珠以后，你若翻脸不认这档事，那我易容术学不成。好，你去聚乐台周遭取一块榉木来，我马上刻给你一张。你老一向言出必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咱们喝酒庆祝吧。你先喝，我怕你司马懿闯来诓我。糟了，果然是老江湖，这下子惨了，硬着头皮也要喝了，不然就功亏一篑。那我就先干为敬。拿来，好好的女儿红，别给你糟蹋了。口中藏酒装酿的本事在哈哈尔克上学多了，虽然说我酒量也不差，又在万神驿那药早从小泡到大，看毒性一流，要不是赌你是酒鬼会抢酒瓶，你这样喝第二口那马脚不一定藏得住啊。哈哈，赶紧趁机找夜明珠吧。好，等一下去聚二台，对不对？先找夜明珠。这里主义情，四十几条命就为了让珠子，这种不老厚的东西，我先借给司马燕。要是司马兄比老头的先死，我还是会拿来还给你的。最好是发个问，大家都不要抢，我全部拿去送人。只是没想到你都摸走一罐主义情，老头子哪天查到，已经气到爆。OK， 我怎么觉得以前的用词都好道地的台湾哦。气到爆！